有喜事，人瑞婚礼就在金戒指戴上那一刻，新郎新娘笑呵呵，老先生老太太全露出不好意思的样子。102岁的阿公在92岁的阿嬷脸上留下这深深一吻，子孙亲友合奏结婚进行曲，非常热闹。人瑞勤签60年，到今天才给阿嬷名分。阿公阿嬷今日有水无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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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嬷最上水，阿嬷最上水。哈哈哈哈哈。讲话有甲你听无啦？有啦。婚礼巧遇新乐客台风搅局，五代同堂，家有喜事，子孙们全赶回苗栗参与这意义的一刻。102岁的阿公60年前原配过世，92岁的阿嬷丈夫在日据时代被征召当军夫，一去不回，两人相知相惜，所生的孩子用领养方式入户口。喜宴席开始桌因为风雨移到家里面喝喜酒，这场加起来194岁的人瑞婚礼因为台风更加难忘。中立新闻江建中 SNG 小组苗栗采访报道。